为了达到滴水不漏的品质把关， Luxgen 组成1500人的坚强团队，从造型、工程、开发、验证到销售环节中持续验证并回馈给相关单位。这个团队分为设计品保、品质监察两小组，都是资历20年以上的品质尖兵。设计阶段全面采用64位元电脑辅助设计，达成最严谨设计认证流程，以人的主观感受作为品质评鉴基础，执行一连串管控，对品质进行把关，利用先进高科技测试组装流程，最后在正式导入生产前进行全车数位组装检核。效能表面具备功能性和视觉性两个层面，创造出同等级房车超低风阻系数仅 0.28， 展现车体设计精密及制造公差控制的完美结合。 Luxgen 5 Sedan 采用百万豪华车等级双针车缝线的皮椅，强化皮椅强度，增加耐用性与精致感。皮椅缝线特地经过20000次的耐久磨损测试，确保缝线不断摩擦后不会产生起毛脱线瑕疵。设计师从30套皮质中严选2套，以人最敏感的触觉进行挑选，并进行耐久磨损及高温照射测试。全球国际品质及安全团队于开发阶段及参与设计，超过1000位国际团队工程师参与开发及验证工作。经过 CAE 电脑辅助验证、物理验证，包括冷却、耐久、动态、震动、噪音及严苛的撞击测试，验证项目高达120种，单一验证项目更多达上千种。 Luxgen 引进全球最先进24轴震动测试机台，机台上进行连续1个月的各种路况模拟，等同于车辆在路上行驶50万公里之疲劳耐久测试。在严苛石砖测试道路上连续行驶32000公里，等同于车辆行驶在一般道路约70万公里的里程。低温环境下，所有机件必须能够耐寒且持续保持正常运作。环境温度急剧由室温下降到-40°C。此外 ，Luxgen 5 Sedan 更远征位于极地酷寒的黑河，进行-42°C的行驶测试。同时也征服海拔高达6000公尺的昆仑山，并且通过47度高温炙热的吐鲁番洼地考验。ARTC 是最具有国际公信力之车辆检测单位。Luxgen 5 Sedan 进行了高速周回路段、震动噪音测试、滑行测试、标准不良路段、综合耐久测试、刹车性能测试、噪音测试、斜坡测试及综合性能测试，进行4年严格道路测试。远赴英国 Mira 车辆工程实验室进行全方位汽车撞击验证，与国际知名 Benz、BMW、Jaguar 等同厂测试。Luxgen 使用机械手臂进行日夜不停反复开关门测试，10万次连续开关后，功能完美无瑕，才会进行量产。不仅如此，方向灯拨杆、座椅亲力等在量产之前也经过数万次耐久测试。